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争拗，雇主应尽早与雇员制定台风或暴雨情况下的工作安排，雇主亦应确保所有雇员获悉有关安排。如果未有，雇主应参考劳工处编印的台风或暴雨警告下的工作守则，并与雇员一起制定合适的工作安排。详情请与劳工处劳资关系科联络，或致电27171771，有关资料亦可以在劳工处的网页下载。